新闻头起先，咱来关心台北市警方昨伫咧淡水针对一件窃盗案去到嫌犯的处理所在，所有一个警员无张持，却被嫌犯做过毒品的蛇虫，插着手针头啊，抓紧去病院检查。本分局长安所员警113年1月18日8时卫生办电缆线窃盗案，持售票与机票于新北市淡水区滨专路具体两名女性犯前。现场查扣毒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该所陈姓员警于执行搜索时，不慎遭毒品70针头扎伤左手小拇指，已前往就医，并完成医疗检查。北投分局表示，这个嫌犯是一件电缆线窃盗案的共犯。警方去到嫌犯处理所在，有查到用来做海洛因甲安非他命的蛇虫。不过，一个20多岁警员伫咧整理证物的时候，无注意去予做过毒品的蛇虫插到手指头啊。专案确定唔是攻击事件，这个警员嘛赶紧去病院检查，吃医师开的抗病毒药物。